大家好，我是彭恰恰，很荣幸获邀担任新宝岛网红节的总评审长。哦，好大，因为人长得不怎么样，眼睛小小的，可是看人可怜，看准哦。这举办这个活动的主要意义是在于说，很多辛苦的制作人啊，的影片啊，的素人啊，你的东西或你的人被大家看见。好，我们邀请啊，潘姐，我挂起来老花眼镜，郎姐回来，写一写个本嘛，哦，邀请这知名的演艺人员啊、明星啊来担任评审，哎，你在过程当中搞不好在被某一个艺人发现了，直接给你绿嘛，哦，机会嘛，某一丁嘛，哦，机会很大了。那么，影剧歌舞服务职业工会。然后影剧歌舞服务职业工会新任理事长认为说，需要服务的对象除了会员以外，也应该服务有志于参加演艺工作的朋友们，不管你是几位，不管你几岁，我大家参加可以学习更多的自媒体的专业，现在自媒体当道嘛，所以大家能够学到当然会很好，而且在5月20号520之后会有通告，并且要依照个人的专业在适当的地点开线上的直播，接下来直播，但是你不用怕，不用怕，会有专人，会有专业人士带领着你哦，或者实习业配，业配你知道吗？业配就是业配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怕，尽量来参加，所以放心。报名网红节主页连结哟，报名网红节主页连结哟。